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10月18日，这是第四个上传的直播节目啊，还要再进一步谈谈反腐败啊。现在这个海外的自媒体啊，这个仍然在纷纷议论，就是龙总啊，就是杨洋，也叫这个楚阳啊，这个一些情况。那这边呢是张高丽的故事还没完。我们知道昨天是彭帅以彭帅的名义啊，这个给这个国际网球协会主席发了一封信，电子邮件。他这个声称就是网上有关他的传闻呐，是不实啊，那就等于自己。